是怎么就轮胎？你看，你看，哦、我刚才讲了，我刚才还讲说他会被撞。怎么就轮胎？你看，你看，我刚才讲了，我刚才讲说他会被撞。谁让会被撞？我刚才就讲说是怎么轮胎撞，而且都不看的。对，这行车记录器保存下来。哇，我被撞了。